螺遇上凤梨，啥情况？我们是……哎，别乱认亲，你们长得就不一样。闭嘴，菠萝就是凤梨，原产地来自美洲，到了大陆叫菠萝，弯弯管它叫凤梨。不可能，菠萝叶子有锯齿，皮厚有内刺，摸着就扎手。凤梨就不一样了，个头更大，叶子光滑，皮薄无内刺。哎，你小子别挑拨我们感情啊！而且菠萝吃着也扎嘴，我查过了，那叫菠萝莓，会破坏口腔黏膜。凤梨就不一样了，脆甜细腻，怪不得卖得更贵呢。不要这样夸人家了啦，这都是种植环境不同导致的变异，它们生物学上是同一品种。哎呦，菠萝这种穷亲戚咱要远着点儿。水果贩子可不这么觉得，那次挖掉颜值暴涨，盐水一泡口感转佳，薄利多销，火遍大街小巷。哎，我跟你讲，只要酱酿一包装，明天菠萝就出道。我是好身材，美食界最靓的仔。